在汤深路上段，有一条绿意盎然、宁静自在的小路，惹兰里邦。这里原本是广袤的山巴地带与树胶原，1957年，发展商万国公司开始在此大兴土木。沿着惹兰里邦和惹兰古拉市，以及汤深路上段另一侧的加斯利纳路一路开展，总共建造了大约1000户的私人住宅。这一带后来统称为三八望山住宅区。静默地伫立在惹兰里邦路中央的这座小屋，是全新加坡最早建立，也是仅存的两座旧式德式服务站之一。Hello， 我现在上太平洋下呀。有一班退休的德式司机，每个星期都会来走走看看，和以前的同行们唱歌叙旧。以前是小小间，然后可以抬来抬去的，可以移动的，没有那个地基的，没有foundation啊，没有可以坐人的，一个小小的桌子啊，有电话这样。1958年拿到执照，我就下这些了。那个时候没有吃饭了，在那个咖啡店里发一个豆子，啊，后来我们注意这个门过那个总经理要求给我们北京这边，他呢占了一个屋子起来，才有一个站。60年代初，万国公司免费拨给德式司机们一块地，让他们停放车辆，等待附近的居民前来搭车。后来在建国总理李光耀的协助下，司机们还取得建屋准证和门牌号码，建造了德式服务站。都是王鼎的 taxi 嘛，他们是要排队啊，就是来这边 taxi 时写在黑板，你的 number 就写在黑板了，灯买灯了，照牌了。Hello， 都是外国人吧，一个英军嘛，因为本地人很少坐飞机。全盛时期，有将近100名司机会员的德式站，抵挡不住时代的洪流，繁华落尽。90年代就生意会慢慢下，慢慢下。2001年起啊，他们都用那个 Encore 啊，他们 taxi 比较多，叫车比较容易吧。而且那个往年 taxi 一直淘汰，一直淘汰嘛，因为不可以 transfer 啦，不可以过名的嘛。同样见证了惹兰里邦诞生的第一代街坊，还有在德式站后方的店屋经营客家餐馆的赖法源。我记得那时候我大概是8、9岁时候，就从马来西亚的时候搬来到新加坡。我们搬新加坡第一个落脚的地方就是卡苏林呢。当时的情形啊，它的交通方面啊，只是有一条路，就是说哦，阿伯东森啊。这边的道路还是完全是黄泥路，还是刚刚才开发的。原来日本就是一个山坡，那慢慢把它那个产品也给建筑起来，我们就刚好这个第二期的屋子也店铺也刚好建好了，我们就赶快去买回这个店铺来。60年代，赖法源的父亲在餐馆限制开设龙记百货，卖的是时髦的洋杂货，那是惹兰里邦最辉煌的年代。那
当时我们在这边做生意的时候，我们的对象就是英军了，算起来应该会占有60-70%的是英军。好像我们是开百货商店啊，就是什么东西都有了。逢圣诞节的时候，我也是觉得那时候我们也不说太过夸张，有时候忙得整得不得了，整店都是洋人，他们所收到的钱就不可能是慢慢去整理的，全部烧在我们的柜的地下，等有空才慢慢去收拾。然而好景不长，1968年1月，英国宣布在3年内撤军，让惹兰里邦的经济大受打击。他们的房子的话没有办法租回英军了，所以慢慢就吸引到那些户主搬回来住，跟着转租给华人。到了1983年的时候，我就想这边就是很少有餐馆，所以我们就说把这边弄成一个餐馆。就说到现在来讲的话，已经度过了32年的光阴了。我们的顾客也是已经很稳定了，他们都会念几道菜，就是他们喜欢吃的。惹兰里邦从绚烂归于平淡，在这条路上生活的人们却也找到了一份自在。三巴旺山熟食中心不但是惹兰里邦居民的厨房，也是许多常来这带运动踏青的过客休息充电的驿站。从小在汤深路上段长大的雷音旭和他的侄儿雷明和、外甥李秋盛也偶尔回来这里回味往日时光。At least 2 times a week, I come here. Before this place was built, it was a very open space type, you know, a lot of the pushcart stores. When I was small, I used to see racing cars, they park here for eating something, drinks.Before they go to the track to do some practicing. How old are you? That time, 27 years old. 清晨时分，惹兰里邦对面的旧汤深路上段是附近居民的天然运动场，也是全岛脚踏车运动爱好者最喜爱的车道，脚踏车队络绎不绝。半世纪前，雷英旭、叔侄三人也曾在这条路上意气风发风驰电掣，他们都曾经是专业的摩托车赛车手。I was, you know, very anxious of motorcycle. My brother have a motorcycle, so I took his motorcycle out to just to ride. They give me a name of Corner King. I like corners. I surfing on corners everywhere.1961年开始，文化部年年举办新加坡大赛车，比赛场地就是现今的汤深路上段和旧汤深路上段，环绕一周，大约5公里的长度。比赛分成摩多、一般汽车、
老爷车等组别，还有香车美人绕场，热闹非凡，当年可说是轰动全新加坡的盛世。When we all stand ready to start, all get ready, everybody is nervous, you know, try to push past. It's a push start at that time. We push and jump and step on it and off we go. My policy is I think of myself. My wife, my children is right in front of me. I don't think of them. I just go for racing. I enjoy racing.刺激的比赛气氛不只让车手们绷紧神经，也紧紧牵动着场边观众的情绪。Usually is at the starting point, before the race started, they were shout here and there, you know, waving at you, and also after the race, they also wave at you.整个地方全部政府放礼花。不很容易啊，要进来啊。普通的人呢，买票了来了，有的票2块，有的票3块，20块和30块的是坐在Grandstand啊，不买票的，他们有上去圣王丘的山，上去那边看。旧汤深路上段路面狭小，还有许多的急转弯道，虽然增添了刺激感。却也让比赛蒙上阴影。That is my uncle's friend. He's from England. He crashed at the snakes. He couldn't take the corner, and he go straight into the tree. And the trees had the marks of his ribs. Look at that. He died in hospital.由于太多车手在比赛时发生事故，新加坡大赛车在1973年的比赛后就停办。回首前尘往事，赛车场上的英勇，如今都尽付笑谈中。All this van, actually I know by heart. I used to race in the midnight time.Moonlight, 15, no lights, testing my bike here. I'm very sorry to all the residents who stay in this area, because I know they are not very happy with me. Because every time there's a race, they say the chicken cannot lay eggs. 现在这里人迹罕至，一片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景象，只有猴群在此称王。当年赛车道旁的人声鼎沸，已淹没在荒烟乱草里。而赛车的起点和终点线，现在是淹没山林中的电缆工程厂址。昔日繁华，只能追忆了。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惹兰里邦的居委会都会举办邻里早餐会，每次都有上百位民众齐来享用食物，沉浸在人情绿意中。我住这边已经30年了，我们办这个活动呢，是我们想联络所有的居民，大家联络感情。以前都是琼州人。现在变成各种族都有。曾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和美国执教的退休教授刘志毅，和原籍澳大利亚的太太 Stephanie， 8年前搬来这里。Well, the first impression was that just across the road,
we can actually walk into the forest. Nice and cool in the forest, which is like an extension of the garden. So, you know, our house, you can probably say, has the largest front garden in Singapore. 刘志毅喜爱这块地方的生机盎然，期待和森林里的邻居不期而遇。We are very privileged to see wild animals like wild boars and monkeys, animals that you don't normally see in an urban area. We can see on a very regular basis. We don't think of them as invading the house. Rather, we share the whole area with them because it's their original forest to begin with. 家门前是绿色隧道旧汤深路上段。美丽静谧的贝雅市下段蓄水池也近在咫尺。每到傍晚，刘志毅夫妇都喜欢到蓄水池运动、散步，欣赏彩霞满天的美景。Around the reservoir, what we do is we play games there, we bring the dogs there, and it's a very communal space as well. And because there's a large field on there, there are some games that you play there. 得天独厚的环境让惹兰里邦一带成为中产人士的安乐窝，也散发出他们喜爱的生活品味。宠物店、个性餐厅以及咖啡馆、甜点店，近年来纷纷进驻着。我来这边看，我从早上。中午晚上我都过来，我觉得这边的环境让人家觉得很舒服，很 relax。然后这边的人其实我觉得生活条件的关系，所以也比较容易会享受啊，然后会有找更不同的生活方式，所以我才会选择这边。原籍台湾的欧慧茹和他的商业伙伴林耀明夫妇。便是相中了惹兰里邦的独特气质。半年前，将原本开设在阿育尼的艺术蛋糕店迁移过来。大小老青都有。最近的顾客来到年轻的，他们喜欢找突破，要新的花样，要跟人家完全不一样的，他们比较喜欢来找我，做不同的设计。是很固定的住家人潮，它并不是像在乌节路是那种来来往往的人潮。那所以变成你必须跟这边的住户是跟朋友的关系，他们就会觉得好像是来找朋友，然后会来这边。为了和邻里熟客拉近关系，店里还开设蛋糕教学班，让家长带着小朋友共度温馨时光。在这里来的人不杂，都是一家人跟着一起来的，就比较感觉上比较亲切。我会 copy 人家画。来到这里还有额外的活动，可以跟家长做一些小点心啊，就大家一起合作，把那蛋糕做了出来，大家一起欢吃呀、啊，也是蛮幸福的。近一甲子的岁月，惹兰里邦从山巴郊野蜕变成今天的容貌，却保留着他一贯的低调、优雅、悠闲、自如。只
代一直在进步，一直在往前走，你不可以往后看吗？以前就说一点带有点西方的文化，现在完全是以华人的文化为基信仰。对我们讲，信一段时间过后也是容易去适合他的这种生活。Change a lot, really a lot. It's like black and white comparison. You know, no much trees, no much building. I feel better now because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coming up. You know, so nice, flowers, plants everywhere.We feel that we should try and preserve the environment, also to preserve the natural wildlife that lives around the environment. 熟悉的老街给了人们依恋，在浮世间感觉到生命的真正味道。